小时，他吃到后来差不多都傍晚了。那好，哦，爸爸一样，爸爸的故事是什么？为什么中部、北部是炸的，南部是蒸的？为什么南部有虾仁肉圆，中部、北部没有虾仁肉圆？那故事可能是因为南部靠近海，台南靠近海啊，海鲜比较方便来，所以吃的。中部有可能当初移民从南部上往北移的时候，保存食材用炸的嘛，这是故事的嘛。可是为什么新竹爸爸比较小，彰化爸爸比较大？彰化爸爸里面包的是笋丝，北投爸爸包的又不是。那为什么彰化人都吃，很多人都吃高丽菜饭当早餐？田中还有那个北投，为什么？可能是这边吃高丽菜很多，那怎么吃？怎么做？食材怎么弄？都是故事嘛。所以问完对话很多该去追问的故事，而且是独一无二的。所以又回到了，如果大家今天都是商圈的主要成员、重要干部，或是品牌顾问、品牌辅导公司成员，或是公所、县政府的经办、承办，你们对台湾一定有很多贡献，你们一直在付出，可是要有回报。回报是什么？你要奉献它才会有回报。如果只是沾一下水，说我只是领薪水，我只是上面交办做这件事情，那你没有奉献啊，那消费者完全看得出来，你来吸引我一次，下次我就不会来了。好，后面会有图片啊，所以前面只是用一些比较重的语气，就是说要回到我们讲到原点哦。你商圈业者辅导团队，你经营的商店，你们经营共同参与的商圈，你是要独一无二还是要随波逐流？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大部分台湾商圈都长得太像了，有独特，但是有时候地方很像，或是行销活动太像，有什么不一样？要想。我举例，我先讲了一个，我偷偷跟大家讲，我在做车城商圈，不是车城商圈，算了，我有一个是我的朋友，但我是他的顾问，他们就搬到。他是商圈当中的独特的一个比较有品质的，我帮他们要做什么？他们想要做鳗鱼饭，为什么？要本来是卖做什么青鱼饭、鸡腿饭。我说这跟车程在南投水里啊，有什么差异？后来我去访谈他们家乡，他们以前是做木业伐木的，他阿公以前是台湾伐木的重要的企业家，他们都招待日本客人，重要国民党官员在他们招待所吃什么？炖鳗。鳗鱼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老板他以前是鱼林海口最多就是海鲜跟鳗鱼，他就从海口把鳗鱼直接送到南投那个山城炖鳗招待客人。我说对啊，鳗鱼可能就是你们的菜啊。故事就是你要说为什么是鳗鱼，故事就是哦，以前招待日本客人吃顶级的鳗鱼，台湾做的，那我们应该做鳗鱼饭。我说对啊，做鳗鱼饭。可是我说你要做什么鳗鱼饭？说啊，小礼包。我说不行，这样就不要做了。要做全台湾最好吃的，要不然全三明，要不然就是南投最好吃的。那怎么做？我们限量，一天只卖100份。一开始你不确定客人会不会来吗？现在一天100份，卖完为止。另外，他们那个是集集限最后一站，拿火车票来打九折，鼓励大家坐火车慢慢的来吃鳗鱼饭，有没有？慢慢的来吃鳗鱼饭。会不会有趣？然后我们限量假日才卖，因为周一到周你不确定客人会不会来，因为周一到周五人不多，那一定会有人想要试试看嘛。但是你做了这个品牌行销活动之后不好吃的话，人家马上就说这是什么，我那么辛苦来吃一个300块鳗鱼饭，结果没什么。鳗鱼饭最好吃是鳗鱼要好吃，现烤酱汁要好吃，饭要好吃，小菜好吃，汤要好喝，就这么简单。托盘，因为他们是木业家族，托盘是不是要漂亮精致，就这样子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刚讲是行销活动，可是回到本质就是，为什么是鳗鱼？刚刚已经讲了，要好不好吃，一定好吃，就这样子。好，这是我刚刚泄露给大家的，可是大家不能抄袭哦，因为你抄袭故事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我要带他去吃全台湾的鳗鱼饭，去吃出你要做的味道，这样。好，我们刚才讲重新想象，我就逼我那个朋友重新去想，为什么要做鳗鱼饭？你不能做调理包啊？他说调理包其实比较方便。我说方便没有用啊，那客人来说你一吃还好，那为什么我要坐火车来吃？一定是你非常的好吃，让我愿意坐火车来吃。所以要想象什么？如何让我们的商圈品牌，我刚讲的车程的品牌被看到，你就想办法透过
吃也可以啊，就是你做很多活动，最后回到的是那个你要表现什么，吃吗？还是商品？还是那个空间氛围？那个是什么？然后你有创意，我刚讲到创意就鳗鱼饭嘛，怎么让它变生意？我就想了，哦，限量100份啊，大家就觉得台湾最对限量最有兴趣，不一窝蜂。可是，一窝蜂完之后，很容易把你抛弃，所以你东西要好吃，否则你马上就被淘汰。创业变生意，还有口号，真的感动，而不是就说哦，做好多行动，一点都不感动。结果我觉得这样都不环保。品牌被人家看到，创意要变生意，口号要变感动，我去重新想象，就不要用以前的思维啦。刚讲的心灵正养队就是这个。让他记住啊，你不用花很多钱宣传，他自然帮你记住，他帮你宣传，心灵被占有，然后啊，我永远难忘，然后啊，一再好康到香报，网络各种方式，你也不用买媒体，为什么？媒体就觉得你这个太厉害了，马上跑来报道，你不用花钱买媒体啊，你把这钱拿去做别的事情啊。所以大家万一辅导团队要说我帮你做公关行销，然后版面曝光几次，就要请他不要花钱，先去想一想创意变生意怎么弄，不要只想花钱，最简单的花钱，可花钱之后你觉得媒体会怎么报道？媒体就随便露一两张图片就说哦这就是这样，浪费钱。所以辅导团队也请大家想出创意，然后让这些人一直来，而且互捧引伴。好啊，今天开始讲演讲，其实不是，就一直在小地方小商圈又大品牌。维热山丘呢，它是成立这2年而已，可是现在变得很有名，大家有机会去试试看。小品牌有小地方有大品牌。我刚刚讲为什么讲心灵占有率，我以前都在讲